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 Form 刘冠佑 ，Sense 封面人物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在这祝 Sense 六周年生日快乐。哇，映入眼帘就是梦想成真这么一四个字吧，然后也觉得当下就已经对可能这一年半已经有很多的期待跟期许，也觉得哎，接下来可能我们会大家一起练舞，大家会一起以一个团可以生活相处在一块，然后也有自己的舞台，属于自己的演唱会，就是已经会有这一种期待跟期许在了。最大的变化其实我觉得是心灵上的变化，但是当然就是不止心灵上的变化，可能真实性的变化上，我觉得从就是这一年半吧，我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很多领域也提升了不少，然后我也觉得在任何领域上付出的努力其实不管多或少，我觉得都是对未来哪一天的成功做好了准备的。对，然后也觉得心情上我觉得是更加的成熟，也更加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更稳定了些，甚至我觉得更有了韧性，但是韧性也不是说完完全全变得只有韧性，我觉得韧性上还得保持着有真诚跟初心，这个是我时刻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，然后我觉得目前都是有做到的，就还挺开心的。其实这一年半跟着大家跟着其他的八位成员在一起，我们也一起就是完成了不少作品跟不少的舞台，我已经觉得其实也挺好的，也希望说接下来大家可以在各自的领域越来越好，都在更好更大的舞台上相见，当然我也会做好更多更全能的准备提升自己，但是我觉得努力的人总会有糖吃的，我一直是这么觉得，所以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在更好的未来相见的。